一个很厉害的地方。吉村日式料理店在头份昌隆商圈，对，其实就是在上顺那边，就上顺那边，对，今年4月才开，算是非常新的一个日本料理店。对，那我们这次来呢，是特地为了12月份的圣诞大餐。对，那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色餐点，就是它有鬼灭之刃的山药乌龙面，完完全全200%。200%复制符合，对对，完完全全符合，对，鬼灭之刃，不知道味道有没有一样，吃的就像炭治郎一样，对，神之呼吸，水の呼吸。我们现在是看这个山药乌龙面，上面都是山药，哎，黏黏稠稠的东西，固味，嗯，如何？味道算是清淡还是重口味？很清淡，很清淡，比较清淡那种乌龙面，我还吃到一点。都是山药味道，还是有一点瓦萨比的味道。瓦萨比，它可能放在底下。的确，味道不会很重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这个圣诞大餐。圣诞大餐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点的是4人份的，4人套餐。对，4人份的套餐。它有分2人和4人。对，对，我们点4人套餐。那目前已经上的这些菜色，我看起来是非常的可口。很想吃，那我们直接来试看这个沙拉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前菜开始。前菜的话，鸡肉沙拉。那这个话是他们自己特制的蔬菜酱。我刚刚沾了一下，有一点黄芥末的味道，就可能就蔬菜，然后炖煮之后弄碎，加上一些黄芥末下去做调和。酸的吗？不会很酸，也有一点那个黄金泡菜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搭配鸡肉，平常都会吃凯撒沙拉。对，就是比较甜的，对，就是比较特别那一种。对，这边这个味道就相较于那些卡拉沙拉就比较特别一点，大家不错，推推。另外一个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海胆玉子烧，哦，蛋液加上中间这黑黑，就是海胆熟的，就当然是因为经过烹煮嘛，所以变熟，颜色比较不一样。然后上面放上萝卜泥、鲑鱼卵，感觉也是很厉害。来。整体口感算清淡，算清淡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清淡原因是萝卜泥，我做一个加成。你吃一口，它那个蛋的香味都整个都炸出来，直接喷发，吃下去蛋啊，然后海胆啊，其实都是比较偏软绵的东西啊。那你吃下去，然后加上鲑软的，令人为之一亮。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跳跳糖？有点那种感觉，在你嘴里炸开的感觉，炸开，对，用沾着吃。对，因为其实大家都喜欢挤在上面，可是如果你想要那个口味，就没有办法变。因为大家都混到了，对。OK， 了解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刚刚上来一个算是这个套餐的重头戏啊，就 A5 和牛部分。那你想要吃重口味一点，你就沾盐巴，还可以清淡一点的沾萝卜泥，那也可以有。就是柠檬角给你做淋上去做搭配，A5 和牛是比较油的那个牛肉品种，对，牛肉品种。那热眼部分就是它里面相对比较不油的部位，那吃起来就比较不会这么腻。对，那它是使用岩手县的黑毛合种，对对，蛮厉害的。那很多种吃法，我就先用最原始的，直接沾那个玫瑰盐，走。哦，很嫩。可以哦，不会太深。其实我可能大家对熟度的部分可能会自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我觉得它这个熟度对我来讲是 OK 的，我觉得不会太深。我觉得很屌，很屌啊，超屌，这真的超好吃。下一个也算是一个重头戏，对，鲑鱼洛梨卷，对，鲑鱼洛梨卷它是有炙烧过的，半生的鲑鱼肉。好，炙烧过后，那上面会有紫苏叶，还有他们自制的那个芥末酱。嗯，我真的很喜欢日本的黄芥末，因为我可能之前在日本料理店有上过班，虽然日本师傅做的黄芥末，我都觉得很厉害，非常棒。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东煮部分，他说他这边做的是比较偏汤品啊，所以汤会比较多。那你要再喝汤，跟他要，再跟他要。这其实就算我们今天的汤品，没错。那料也是很丰富咯，直接来吃看，直接生态，然后搭配它一样，我刚才讲前面有讲到日本的黄芥末，日式黄芥末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。它这是关东煮酱，然后这是关东煮酱，对，关东煮酱，关东煮酱。好，鸡肉丸，鸡肉丸，
我对于那个鳕鱼豆腐是比较有兴趣，很香啊，就是每一口都是鸡肉的味道，都是鸡的味道。对，好，那这是鳕鱼豆腐，应该是他们自制的，嫩 Q， 对，非常的 Q 弹，沾到他们的关东煮酱。哦，有海鲜，有海鲜的味道，真的吗？嗯，就鳕鱼味了，然后吃芥末，黄芥末。海的味道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这个不错。你觉得沾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嗯，先吃一个原本的，因为它其实原本就有一定口味的，一定的味道在里面，一定味道在里面。然后你可以再试试，先吃原味，再试这两种。没错，酸酸的，然后有点柴鱼的感觉。对，有点柴鱼，就是有点海鲜味道。因为我觉得柴鱼的感觉可能是主要来自于它炖煮的那个酱。对，那个汤头，对对对，那可能柴鱼汤头是主。那这边海鲜的话就是扇贝嘛，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蛋菜，还有鲍鱼，鲍鱼，然后白虾。他这样吃就相对有点单调，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他自己也是自制的那个土佐醋，土佐醋就可以沾。我认真讲，我觉得海鲜味道大同小异的，我觉得可能最重点就在于他这个酱。其实这个醋啊，味道其实不会没有很重，对，没有很重，就感觉好像就是稍微提鲜，做一点搭配，对，做一点搭配，让你吃这个海鲜不会这么单调。嗯，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些那种瓦萨比的酱，对，应该会可能不错，会更好，对，说不定可以跟他要，对，应该是可以跟他要，就是这个塔塔酱红岛牡蛎。上面塔塔酱，下面是炸牡蛎。哦，这是牡蛎啊、哦。对，这牡蛎。我一直以为它是什么奇怪的炸物。对，这个就是牡蛎嘛。哦，旁边还很可爱，用一个那个萝卜泥做了一个小雪人。很应景现在的天气，当天。就是、我们现在圣诞大餐嘛。圣诞大餐啊、哦。嗯。妈妈。真的油腻的东西，就是不用没有话讲。就是好吃。就是好吃。嗯，味道浓郁啊。浓郁啊，没错。我觉得这样子。的分量，我们如果是四个人吃，差不多，应该是 OK 的。差不多。对，甜点是米做的布丁，玄米布丁，玄米布丁，感觉就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玄米布丁。耶、yeah ！好，我们的甜点来了，来玄米布丁，玄米布丁，感觉很厉害啊，用米做的，跟看看，茶味蛮浓。就是玄米茶的味道，绵密，还不错，蛮有特色，因为以前没有吃过这种东西。对，哦，不错，可以。那今天的餐点都吃差不多了，甜点也快吃完了。今天味道上呢，我觉得偏，对我来说有点偏清淡。如果带长辈来，我觉得来吃是算是非常 OK 的，算非常 OK。那这边的话也有非常多选项的那个清酒，也可以做选择。对，然后还有提供一些日式定食啊。对，可以来说 OK 啦，还不错。对，没错，可以带家人来一起共襄盛举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按赞跟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